这次还赏了雪芙一巴掌哎、哦、但你说不是坏女人、嗯，打她刚刚好吗？因为你很生气。当然刚刚好，开玩笑。嗯、阻止她打雪芙的打星星的脸，她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拦住我，一定要拦住我。我跟你说，她力气真的很大。”一场是户外的戏，在那个溪边，我们去露营，然后我就拿起我的石头这样丢，多丢郭雪芙啊，抱一下，谢谢学姐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抱一下吗？谢谢学姐。报警处理，哎，简单啊、哦、，OK， 毕竟范晓萱现在身份不同嘛啊。嗨，各位媒体朋友、嘉宾，大家好，我是范晓萱，我在《因为你如此耀眼》里面饰演夏天宇。你现在是夏天宇还是范晓萱？来个夏天雨好不好？一半一半，都一半。好，本色演出啦！再来欢迎是女主角郭雪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周星星。欢迎星星，好像也是雪芙，不是周星星啊？来个星星，三二一。我忘记星星是怎样。拍太久了，我刚刚在想说，所以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好，等一下看八分钟片花，再来回想一下，说雪芙啊。有，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？叫做周星星。星星。好，这是第几次？你又结婚了？第几次穿婚纱啦？已经不好几次了耶。这是重婚罪了吧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对。但这次穿婚纱真的穿比不穿还心凉，角色超级苦情的。你看，结婚度蜜月，爸爸。啊，自杀过世，然后男方又切割你，一路演来的心路历程如何，雪芙？我觉得剧情写的真的是蛮就是精彩的、嗯，然后也非常多的那种曲折离奇的事，但感觉可是看完还是会觉得，很多时候都是现实生活上会发生的。嗯，那刚刚其实除了自己的部分，我其实看其他人的部分，我都觉得。很感动，嗯，他刚刚又哭了，他刚刚在我旁边的时候哭，是吗？嗯，哎，你爸妈是七夕花28年前的经典 CP， 经典传承的概念呢，是，所以我非常的荣幸。是，哎，不过你贵为这个偶像剧的一姐，这种戏种对你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吧？还是你觉得这次有什么样的难度呢？跟考验？我觉得难度是太多的drama。drama？ 对。就是因为以前可能拍偶像剧，就是可能情情爱爱这样子，嗯，所以不会到好像发生了很多自己可能也意想不到的事。是，而且他们停在第五集，不给我看下去很过分，因为第五集的结尾你 something happen 真的很崩溃，我们就卖个关子了哦，先不说下去。再来范晓萱，是贵为金马得主，他第一次接拍这么长。剧集24集耶，是感受如何？新的感想？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它就是因为拍摄时间其实很长，就是3个月多，所以其实好像真的经历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生活。那尤其跟阿北导演，我觉得这次跟阿北导演拍起来真的很快乐，就是他在现场也很常提醒我，柯姐也是，就是喜欢创作的感觉，你必须得一直存在。然后我觉得跟柯姐合作也是让我觉得哦。真的很像跟妈妈一起，就是我觉得学到很多。对，那是。另外跟雪芙也是，因为同时间我在拍模仿犯，所以我觉得两边这样有点嘎来嘎去，其实状态其实有一点难调整。那真的很谢谢雪芙，就是她有点像是在现场会时时刻刻提醒我回到天宇这角色。那也是因为跟雪芙一起互动，所以产生出这么多有趣跟好玩的火花。嗯、不过你有一场戏，我看你演得非常吃力耶。是那一场吗？你在背郭雪芙的时候，我在想你是演的、oh. 还是你真的觉得好吃力啊？我那时候比较重啊，不是我说，对，这是真的，对，就是觉得很有分量，那时候背起来很扎。谢喽，她是很有分量的女演员，重量级女演员。是，哎，说真的，看你们的火花四射，第一次合作，我不敢相信哎。很多时候那个一颦一笑、哦、那个抛接球，而且有时候的笑不是演出来，感觉你是真的被逗笑的感觉。合作前后印象有什么不同？雪芙你先说。合作前感觉他很像杀人犯，因为他在尬戏嘛，和影视那边。对，但合作后其实他非常的活泼，然后他非常其实很容易搞笑，所以我觉得很容易搞笑，很容易，对啊，很会搞笑。也不是说很会搞笑，可是他有时候搞笑不好笑，可是他可能那个状态是好笑的。
哦，所以其实不是笑话好笑，是我本人好笑，是你本人好笑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因为他这样可以带动大家的状态跟气氛。是不是少勋有跟雪芙一起看韩剧做功课？哪一部的韩剧？那一年我们夏天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其实在角色切换很多时候是我们一起看剧，我觉得那是一种氛围，嗯，然后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然后我们一起看动漫，就是好像可以瞬间让我从另外一个世界回到我们两个人的世界，那是一种相处的气氛跟一起回忆吧，哦，跟有趣的事情。那年我们的夏天，崔宇植跟金多美 Netflix 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所以合作无间，很有趣哦。那偶像剧学姐给这个菜鸟学弟偶像剧学弟打几分？这次表现打几分？十分，满分是满分十分啊，那就好了。哎呦，抱一下，谢谢学姐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抱一下吗？谢谢学姐，报警处理。哎，简单啊 ，OK OK， 毕竟范晓萱现在身份不同嘛，啊。好啦，谢谢啦，恭喜，非常棒的演出哦。是，再来，葛蕾姐姐，哦，今天是第六感奇缘人鱼传说的概念，钟丽缇，聊一下这次演出的感觉如何，葛蕾姐？我很开心能够参加这部戏的演出，因为剧本很好，所以不需要特别设定，跟着剧本演就行了。嗯，这次还赏了雪芙一巴掌哎哦，但你说不是坏女人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下？你不要这么胡说八道，谁坏了？对，你不坏啊，你不坏啊？当然不坏，打她刚刚好吗？因为你很生气。当然刚刚好，开玩笑，我的反应我觉得是80%为人父母都会有的反应，可能里面有40%的人会做出我会做的事情，这我怎么坏了？是我们夫妻两个辛辛苦苦培养儿子到这么优秀，哦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就是来骗婚的嘛。哦，你不要结婚之前欠的钱也不讲。是我以为柯姐是今天我主持的大魔王，原来是卓姐。跟你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。冷静。啊，好好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拜托，还有六个人，拜托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不是嘛？你不能这样误导人家。郭冷，郭冷演的超棒。郭冷，我跟你说，雷姐她真的很入戏，因为那场戏我阻止他打雪芙的打星星的脸，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拦住我，一定要拦住我。我跟你说，他力气真的很大，真的。他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赏到他巴掌。是，结果是借位没有真打啦，是真的吗？他前面真的有打啊，后面，哦，后面那一下我拦住他。哦天啊！所以雷姐有特别跟我说，你要用力哦，真的要用力。”好，再讲下去他要打我了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一位。好，谢谢小刚，你演完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你要改名叫小渣了。哪有？你平常很爱跑步，你终于成功演活了绕跑新郎。你说谁啊？你刚刚说谁啊？你等一下真的会被拖下去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在拍的时候有一场，我妈要跟玉燕姐打架，我妈说你一定要拦住我，然后玉燕姐说她力气好大，然后我要把我妈整个这样抱起来，不然。你小心，他等下冲过去哦！你小心哦！是一家人呢，你自己讲讲你的角色渣不渣？雷姐力气真的很大，对。就我觉得，就是葛雷姐，就我妈是我们家精神领袖，啊，所以我不渣，我们家其实非常的真实，对，超真实，然后非常的就是，就像我妈讲，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会有。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然后所以我是 follow 着我妈。要不要下一位了？好，谢谢。哎，你这是很过分，你跟雪芙你明明就切割人家，还有很多吻戏床戏耶，所以这个些戏对你来说难不难？床戏跟吻戏超难，难个屁啦！你也不费吹灰之力吧？我觉得跟男生比较简单的，我跟少勋的激烈戏还比较快。哦，对啊，我跟雪芙的哇，好难哦。哎，不过小刚，这次演出好像向郭富城致敬的概念，有没有？有一场戏，你被那个雪芙泼一水 一杯水，有没有？对。你为什么都知道？那个我看了五集，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对。然后那个造型是一模一样，阿北导演是有这样致敬的意味吗？但那个机车品牌跟郭雪芙代言的是不同牌的哦，所以我们就不要聊下去，聊一下这次演出的感受。跟雪芙很多对手戏，因为同一家甜点店的同事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跟雪芙合作真的很有趣，因为。他虽然叫做周星星，在剧里面，他本人的人设应该是一个高冷吧，就是不太会讲话，不太那比较严厉，对员工很严厉的。然后，但他本人非常有趣，私底下，就是他很像一个卡通人物，他怎么说漫画人物？漫画人物可能因为他很爱看动漫吧。就他，譬如说我们有时候休息的会去一个比较小的员工室，然后那个要把门拉开，就这样，自己配音，自己配音，然后走路有时候也会哒哒哒。我哪有到噔噔噔噔？但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有意思。另外还有一个甜点，你印象很他怎么了？
柯小姐，你又怎么样了？哦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他只是 murmur， 影后只是 murmur， 没关系，你继续。你还说一个甜点让你很难忘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在甜点店嘛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甜点，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特约演员。哦，因为我们第一天开始在演，在甜点店工作的时候，就想说，哇，那个甜点真的很好吃，美术组真的很会弄。四个月之后，同一个。所以那个柜子里面的都是放四个月不能吃的，是不是？有一些啦，就是司康那种比较不会太久，然后看出破绽的那些。就戏份最重的那些甜点。戏份真的很重，每次都被 Q 出来，被单 Q 出来。有意思。那凯琳呢？哪一个最有趣的地方？跟雪芙。哦，我们有一场是户外的戏，在那个溪边，我们去露营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四个人在那个水里面，就是里面泼水。然后阿北导演就叫我跟玉豪就在岸上丢石头。你丢？丢锅水壶啊？不是，等一下，然后就是他们说要丢的那个水，要有水花。水花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拿起我的石头这样丢，啊，又不小心丢到了雪芙姐。然后呢？他的反应是赏你巴掌还是怎样？没有，他超淡定的，就哎，你打到我了。铜墙铁壁的概念，因为他演一个坚强的女性嘛。对，没有他没有感受到我打到他，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很揣，我想说啊，天哪，他会生气？哎。没有，他没有生气。但是你有泼湿他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泼湿他，就是他们都有被泼湿。好，遇水则发啦，好不好？表示我们会收视场哈，谢谢。好，最后喽，男女主角雪芙当嘉一姐，好好推荐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非看不可的原因，请对着前方镜头，不要看我，谢谢。好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他的片花已经剪得这么精彩了。然后刚刚主持人也说了，《乌鸡》真的非常好看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然后去看。嗯，谢谢。谢谢雪芙。再来，金马得主范少勋，这是你人生第一部24集长剧集的偶像剧，好好推荐一下播出的时段跟平台。3、2、1 ，Go！ 范少勋，6月11号起，每周日晚间8点。TVBS No 东森戏剧台，东森戏剧台40频道，40频道晚间10点 TVBS 花乐台42频道晚间12点 Netflix 跟 Line TV。 哎，掌声谢谢，敬请准时锁定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谢谢。6月11号晚间8点到10点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全台首播。